しよう。これ。我现在是没有分享音乐。那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荧幕，哎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啊。这不可能啊，等我一下。好 ，OK， good。哎，到底要怎么分享啊？我要怎么分享我的荧幕？好久没用了、啊，这个 share 哦 share screen 啊，等我一下、啊，好、啊，这样有了吧？这样有了吧 ？OK， 好，哎，我们今天就讲这个第二章，第二章这本书第二章，我先把书都一缺不缺。我的妈呀，这是怎么？Chapter two， 好久没讲，好久没讲。好 ，OK， 可以。所以这一章在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说叫搜。Self-made solution， 那简单来讲就是你现在有这个 A solution， 有一号 solution， phi one phi two， 有点定义 phi 啊，就 phi 就是有你有一些 solution 啊。然后，因为我们还没定义 phi， 所以先不要用 phi。反正就是说，你有 solution 一跟 solution 二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把这两个加在一起之后，它就会变成一个新的。所以，那 solution 一我就把它用这个油画线。所以呢，好，所以你看这两个加在一起，我的二能写跟一一样。所以两个在一起之后呢，它就变 solution。三，那它会均匀混合呢？或是你看到这个线密度比较低哦，这个密度比较高，所以代表说它就是一跟二完全混在一起，均匀的混合，还是变成这样啊？对对对 ，solution， 但是这也不仅限于 solution。对啊，就是你都把它当 solution 看了啊，但也有可能是这样啊。有没有看到？就是一变得超级无，就是有一个 face 是一非常浓的 face。然后这个 face 是二非常浓的 face。懂吗？该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啊。所以这就是 space separate， 然后这个就是 will miss。 那什么东西会影响这两个呢？当然就是有多少一嘛，对不对？等于说假如这个是所以就是说有多少所以会影响到这个东西，也会有可能，就是这个龙，对 ，NP，P 是那个 particle 的意思，或者 polymer，particle， 或者 polymer， 所以就是溶质啊，溶质，好不好？那也会跟什么？P 这是 P 有多少溶质啊？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多少溶液啊 ？Solution， 溶 solvent 这种溶剂啊，溶剂，
欸、我不会写记，算了。It's over。什么？我刀子。好好对，对笼子的英文叫 solute。好，太久没写字了。啊，反正这就是这大概概念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解这个问题，就要先讨论那个 free energy 啊，因为这是一个统计问题啊，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。就反正前面这个是实验啊 ，OK， 大家都知道。其实这不只是容易啊，还有另外一种是那个，如果是在凝态的话，怎么讲？凝态的话，他们就是那个合金啊，金跟铂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就会有这个，所以他们都通常是二维的、啊，我们这是三维的，他们可能通常是二维的材料，长一层膜，所以就有一层膜是这个岛。假如金是这样，啊，这是铂，啊，所以就会有金的小岛啊。然后呢，你调配不同的比例，所以这个是 x percent， 这是一减 x percent， 然后它就会形成不同的 face。OK， 所以你常常会看到某个材料，它会写成，譬如这样，有没有？一些论文它材料它是写这样。OK，good，、okay. 好，那我们来。把他的那个实验笔写下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先讨论一杯水呀、啊。所以，假如呢有一杯水，所以呢这里面呢就会有什么？有什么参数重要的？这在我们这个 case 里面有什么参数重要？温度吗？温度一定很重要，因为你想说，那个温度越低，它的溶解度应该越差，温度很重要，压力也重要，压力也会影响溶解度。还有什么？还有你这个里面有多，你加了多少这个溶质，加了多少 solid， 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你加了多少溶剂，对吧？多少是重要的。OK。所以这个 free energy 啊 ，free energy， 写成这样，其实很难写，就好难写。好，那我问你。对啊，我用笔写啊。好，那我NP 是没有 ，NP 就是 number of solute， 有多少溶质啊？所以是对吗？就是你等于说你加多少盐巴进去的意思。我们现在还没讨论要混呢、啊，我们现在讨论一杯而已。就是前面这个是，这是整章在讲的事情，然后我们现在先讨论一杯。所以你一杯里面这个就是多少溶质啊 ？NS 就是你多少溶剂啊？懂啊？对，然后那我们来算那个它有它的 concentration 的话就是有多少溶质，然后乘上溶质的重量除以总共的体积，然后 MP 呢就是溶质的重量 weight of OK。反正前面这就是做一些 warm up，
one up 啊，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volume fraction。volume fraction 的意思呢，volume fraction 什么意思啊？总共的体积，所以总共体积多少？总共体积就是溶质的体积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每一个，VP 就是给的啦，就。确实，就是它会随着温度跟压力会变啊，这确实。可是，就是现在这边假设它 constant 啊，VP，然后还有 VS 啊，就是溶液的体积，假设 constant，那我想想看啊。就是如果你要，这是一个假设，但是如果你要以这个的话，好像就是要用 by n，因为 n 就不会动嘛，对吧？对吧？所以应该是这样写，没错。n 绝对是 constant 啊，对，上面是体积的，对，可是因为，我想想看哦，因为通常我们这边讨论的都是液体，那通常是 incompressible，好不好？反正就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液体通常，对吧？那这个那个凝态，他们的这个应该也是 incompressible 吧？他们这个原子应该都，我不知道波函数就是原子的那个随着压力会变大变小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确定这个，我不知道啊，原子的大小，啊，是吗？是吗？如果是这个的话是啊，如果是这个的话是啊，如果是这个 case 的话，是吗？对啊，所以可能，导水应该是，你说原子的体积，我不知道，可是他们，你那。他们做合金的时候可以看到一颗一颗的、啊，一颗一颗的就停在旁边的那个原子。对啊，反正因为我们讨论都是液体或固体啦，像这个是固体嘛，然后这是液体，它基本上影响不会这么、啊。气体我不知道有没有。气体有没有 phase separation 我也不知道啊。气体好像都融得很好、欸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咱小，我问你是不是？你问我知道。对啊，气体应该不。对啊，好。那应该是没问题啊，好，那我们现在 OK 了，那大家都同意了，很棒。好，这个因为这好，所以我们之后我们就，因为 incompressible，所以我们都是用 volume fraction，我们不会用这个，对，这个没，
这个 mass fraction 就一辈子不会用到啊。然后，接着我们要来，所以来做这个有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有这个 Gibbs free energy， 对 Gibbs free energy， 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说了，我们 Gibbs free energy 呢是长这个鸟一样，然后，那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溶液体积呢，就是你去压这个液体。压一点点，它 energy 会变化多少？ Gibbs free energy 会变化多少？ OK， 然后因为我们假设 incompressible， so 来移过去，然后乘起来，对 ，g 呢就会等于。P V 加一个 constant， 那这个 constant 我们已经知道，这个 constant 是什么？就是 Helmholtz free energy。OK， 对，我要写好。OK， 没错啊。现在固定什么？现在固定什么？想想看啊，你说 give free energy， give free energy 是固定什么？Gibbs energy 是固定体，固定。我看啊，它什么是固定的？它 P 也不是固定啊 ，P 可以动。
这个东西就是 V 啦，这个叫 N 跟 P 就是 V 的意思啊，这是 T 啊，所以 G 是跟 P、V、T 有关啊，是吧？我这样写应该没错吧？对啊，然后就变成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没错吧。对 ，PTN 啊，OK。可以，然后这样子，就这样会进到一个，就是很重要、有点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用到，所以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，靠呀，我要怎么回复？我们知道这个。Hamhaus free energy 是 extensive 什么意思 ？F 没错。所以就这样了，会等于这样，对吧？所以就，所以呢，那这个常数可以是任意的常数，所以我们就假设，其实我这一步我觉得还蛮神的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到的。好，反正我先照着做给你看。不是，我是说他 set alpha equal to， 所以他把 alpha 设成一个很特别的数字 ，v alpha 除以 v， 哦 v v p 啊，就是等于就是，我想想看、啊、这是什么？这也没什么意思啊，对。然后你就可以看到，所以带进去嘛，每一个，每一个溶质的体积啊，大 V 是总体积，对对对，总。可以，这里就写出来，可不可以？我先把带进去，然后等于这个鬼东西。然后就，所以这个也移过来，也移向了一个向，等于 VP 大 VF 这些东东，
然后因为因为这边有个 V 嘛，我们看到这边有个 V， 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，好，我先把这边我先整理一下，我先把它整理成，因为这个东西是 phi 嘛，因为你在开出来的是 phi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容器所占有的体积就是 phi。然后这个东西呢，如果整理一下的话是 Vp 除以 Vs， 然后一减 phi， 好吧？所以 OK， 所以我们就知道 give free energy。我现在你看嘛，从这边这个式子，我们知道 G 是 PV， 所以我就把它重新写过了 ，G 等于 PV 加上 F。那 F 呢又可以写成这样，对 ，PV 加上大 V， 然后 VP 分之，这个东西是，这个 F 是里面是很比较特别的 F 啊，就是 phi dependence， 因为这两个是 constant 啊，哇，然后 T， 好，我就把它重新写成这样 ，OK good。课本上就把这个东西写叫小 f 啊，啊，所以这就叫小 f。好，反正记得小 f 就是一个这种很奇怪的东西啊，反正不重要啊，不重要。啊，反正就可以把 v 提出来，变 p 加上，这样。OK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都全部都有了，那我们就来把两杯水混在一起吧。这要怎么把两杯水混在一起？所以就是要拿一杯水，两杯不同的液体。这一杯呢，它里面有多少溶质呢？有 phi 1这么多溶质。然后它总共有 V 1这么多，对，我这样弄不好。然后我好弄，这样的话 ，V 1 V 1那这边呢就有 V 2对吧？然后呢，就会变成这样。然后这个就叫 phi v， 那这个是混合的。OK， 没有混合是怎样？没有混合的是怎样？就是我一开始先把它弄进来，可是这个时候就不是 phi 1 v 1了，因为我是一开始先把它混了，我是用有外加外力让它两个混在一起。这时候他就混出另外两个，phi b v b 跟 phi a v a， 所以现在要怎么做呢？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。好，不一样，就是。因为呢，这个 phi a 呢也会，就是它这个 face 呢会是等于啊，它的 face 呢会是说，可能是一，就是这个 phi a 跟
Phi A 里面会有一，也会有二啊。懂啊。Phi B 也会。对，都有各自的，只是一个是一，一个是一比较多，一个是二比较多，所以可能是这是 one rich face， 然后这个是 two rich face， 可是其实这两个里面都各自有，好不好？就是他不可能完全，就是他不可能完全不懂啊，不可能就是摩西分红海，你懂吗？好，哎，哎，你现在，哦，那你现在看得到吗？我忘不知道按到什么。好 ，OK， good， 对，我们就是要，所以就是要比较 free energy 嘛。好啊，那我们来把，所以呢，我们刚刚已经说这个 free energy 多少。浮现局跟 T 跟 Phi 有关吗？对吧？啊 ，V 是被提出去了，这 V， 所以怎么？然后因为我们这边假设 P 是 constant 啊，好吧，所以 P 就不管了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个浮现局怎么写啊？这浮现局左边浮现局怎么写？V1 F5 Y1 啊，还有一个 T 啊，好不好？但 T 我后面就省略不写。然后 V2， 因为我们这边我们也不是说 V 不重要 ，V 也很重要，可是先省略不写。所以左边 free energy 是这样，所以把这两加起来，右边的 free energy 呢？然后假设 V 大 V 就是 V1 加 V2， 好不好？右边是这样。好，所以呢 ，missing the criteria， criteria 怎么拼？管他的 ，CRITE， 这样，好。啊，随便啦，我先不管了。所以如果要 missing 的话，就是这个东西要比较小嘛，对吧？对吧？要小于这个东东啊。那如果是那个，如果是混的话，就是相反，好不好？我得等一下再讲。好。然后呢？那我们就把它整理一下，这个 V 啊移过来，然后这个就变成，所以我们就定义，哎，我们先定义我们的 Phi 啊，不是啊，我们分量局是要极小啊，是 entropy 变大吧？边缘局变小，边缘局变小。那对对啊，对，没错没错。你刚刚讲，我突然傻了一下，没事，对吧？好，这样我们这边的 phi 啊，就是 phi 是 volume fraction 嘛，就是所有的都要算进去啊，对不对？所有的溶，因为我们现在有两种溶质哦，你懂吗？就是有点像水跟油啊，就我们有两种溶质。OK。所以我们这个 volume fraction 呢，就是这样变成这样算，然后我们就定义这个，靠腰，我又按到了，抱歉，好，所以呢，就反正只是一些定义，让它写起来比较好看而已。啊，反正这个 x 呢，就是一所占的比例啊，好不好 ？OK，good。OK，
所以呢，我们来看哦，所以这个画一个图，这个 free energy， 这是 volume， 这是那个 volume fraction。好，那我们如果 free energy 呢，在所以假设我们加的是这个一啊 ，phi 一在这边啊，那如果假如我们加的是 phi 一跟 phi 二，它两个是这样，假设，好吧，那会怎样？因为我现在我突然间，等一下我想一下啊，好的，我先讲一下课本的版本啊。课本是这样画，那 phi 一跟 phi 二，我自己把自己问倒，然后它中间会有一个，对吧？所以你最后会得到一个 phi 是在这边，但不一定是最低点。好 ，interesting， 为什么不？好，不是最低点。没关系哦，等下我想一下，这样子是合理的吗？这样，如果你希望你的free energy最小，就会。啊，特别的 X 是，我想一下，哎，没有，可是 X 是我们当初这样，如果是做实验的话，因为我们当初已经，这些参数是我一开始就决定了，对吧 ？X 一开始就决定了，是那个东西可以，哎，好，我想一下。这样好，那我现在的问题，我现在问题是如果是，好，假设，没有都不能变啊，对啊，它图没有最小，好，这样但也没关系啊，至少比较小吧，这样到底有没有比较小？我想一下。对的，好，那不一定要最低点。好，那我现在的问题是，如果假如那个，假如他遇到的是这种情况怎么办？就是，哦，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啊？这样子他会在中间找一个 phi， 是不是？那这样还会最小哦？这样子，这个式才会成立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大曲线是有问题。可是我们怎么知道它是一定是凹向上？我们怎么知道它？啊？啊？等一下，我现在有点混了。我现在有点搞混，不太知道。我不太知道怎么它在。那为什么他不能？他为什么他一定要是？他不能够是一直往下的吗？太奇怪了。我真的，对，我现在有点打结。但我可以，好，啊，算了，那这个我想，对，
好的，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，这样讲，你这样讲自己是应该是对啊，应该是没错。想一下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是可以这样讲，还是应该要这样讲。中间一定要是比较低的，不然就不会混了。但我不懂这样。对啊，那就很奇怪，可是，那这种情形是什么？这种情形对应到的物理是什么？不对，可是这种也是，等一下，而且对啊，而且重点是分开来的它，那我先往下讲，可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讲，因为你知道它分开是怎么画吗？好，我先讲那个课本上的故事，因为假设这个是 missing 啊，这个是合在一起的，就是融在一起的，然后分开的他就说，那中间一定有凹起来，中间一定有凸起来。对，所以代表这是 phi one， 这是 phi two， 对不对？那它就会跑到两边，变成 phi a 跟 phi b， 变成 phi a 跟 phi b， 所以就会变成 phi a， 然后变成 phi b。好，所以这个我现在有点搞混，但没有。是吗？我现在，对，他没讲飞燕局了，可是飞燕局可以求的，飞燕局可以求的，飞燕局用好，那飞燕局可以，就是你可以假设一个，你就假设一个真实的 model， 然后去算飞燕局，好不好？帮我先跳，我先，
没有，好，不然我先 skip 了后面一小部分，我们直接讲真实的 model， 好不好？就是，好，所以我们，可是我其实现在很搞，我现在不太懂这个啊，我是不太懂这个，就是这个图，我其实现在不太懂。没有，那为什么不会有这种情形？这种情形是怎样？或是这种？或是这种啊？而且我也不懂，如果在这边的话，那有没有这种？有没有搞？没有，可这种他也不会知道中间是怎样嘛，他可以跑过来这边。好，没有，我算一个，我先跳过他一些部分，我直接算一个真实的 model， 就是一个 Datis model 啊。什么？哦，那如果他画一条线的时候刚好切到了。好吧，那个我要再想一下，我现在对，我刚刚还有想到，就是为什么不能这样？那我这样怎么办？就如果是凹向下怎么办？对啊，他最后，好，没关系，我算算看这个 latest model 看看啊。第16页，往后翻。可是我不知道，我等下会不会又卡住？这个，啊。有吗？有啊，好，不画，你应该看得到吧？我不想画，反正这个东西就是那个 polymer， 然后这个呢就是那个 solvent， 啊，然后你要定义那个，就是他们两个会想要在一起，有一个这个 energy。所以假如这个比较小的话，他们就比较喜欢在一起。然后水跟水就是 solvent 跟 solvent 在一起会有一个。然后 PS 跟 SP 是一样。好啊。那我们就来算啊，所以总共能量多少。Interaction energy， 我这东西没有一个物理上的定义，这是一个想象的，就是你可以说是凡德瓦力，也可以说电磁力什么，我不知道啊，就是pair 啊，什么，知道吗？就是可能排斥加那个吸引都有的，就是一个 mean field 啊，一个我没有啊。啊你 latest 的就是 mean field 理论的，对啊，
反对啊，反正这个以前 Infinite Energy 是那种不是物理上的啊，就是想象的，可能是凡德瓦之类的吧。哦，不管了，我先把能量写下来。啊，还是我不要写，反正书上都有。好，OK。然后，啊，这是能量嘛？然后那个，然后就可以算法力圈方卷，法力圈方卷。这个的意思是有多少个 pair， 多少个 PP pair？ 然后这个是多少 SS pair， 多少 PS pair？ 哦，法力圈方卷是一个吗？这个鬼东西，从一九负 IKPT， 把它带进去，然后 free energy 就是。free energy 就是 KBT log 的 z， 哇，真的卡。好，然后我们是要算 free energy density 吗？小 f 大 f 除以 v。好 ，OK， 所以 z 是什么？是吗？德力是法力圈，但重点是，就是这个很难。对，不可能算的。这好，这该怎么办？就是要用 mean field。所以我们就把它假设成一个 constant， EI 就变成 E8， 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所以呢，我们总共会有多少个排列组合？所以总共呢，就是反正有这么多演员嘛，然后除掉他们长得一样的，然后乘上 exponential 的一八负一八，这总共就是有这么多不同的那个不同的，这叫什么 permutation 变换，就是不同的组合数啊。OK， 我真的要做这个数学吗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前面一个码已经被我们干掉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现在处理这个一八啊，对，假设每个能量都一样。所以这一步就 assume EI 都是 E8， 好不好？就 mean field 嘛 ，mean field。啊？什么？分一型是怎么做？我不知道。好吧，我不知道 ，easing 的我太久没做了，我现在想不起来。好，没关系啊。然后反正这个 sigma 呢，就变成这个东东，好不好？总共有多少个排列组合？
好吧，因为他这个是constant嘛，懂吗？好，好，那我们要来算一霸，算一霸呢？这有个恶心的啊！嗯，是吗？算一半算出来就知道 Z 了。好，我先把一对 ，configuration 这 latest model 啊，这 latest model。是啊，就是 NP 跟 NS 啊。好啦，反正这个一半就会等于这个东西嘛。可以。好。对 NPV， 反正 NPV 就是这个，好，等一下我先把它那个，我先把 lattice 写下来。所以 each lattice has z neighborhood， 他现在搞了一个 z 进来 ，z 是那个 coordinate number， 就是假如是二维的话，就是四吧。一维是二啊，好吧，三维是不是六？就是跟你在旁边的、啊，这是 lattice model 情形啊。Square lattice， 好吧 ，square lattice model 情形。啊，对 ，NP 是什么 ？NPV 是什么？好的，那我照他讲，所以，就是平均上 ，on average，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 polymer constraint 是这样嘛，所以假如我旁边有一些邻居嘛。对不对？那我的邻居呢是 polymer 的几率呢的数量就是 z 乘上 y 嘛，因为这个是有 polymer 的几率嘛，对不对？多少 fraction polymer？ 那另外的就是，所以这个是 polymer 的，然后这个是 solid， 就是这溶质这溶液啊，好，溶剂，好 ，OK good， 那我们要怎么？我们就是用。所以这是平均有多少？所以假如我自己呢是 poly， 我自己是 poly， 我自己是溶脂的话，就是 NP 乘上 z phi， 对吧？然后乘个二分之一啊，好，所以这就是 NPP， 平均上有多少个？那 NSS 哎，就什么 NS 乘上 z 一减 phi 啦 ，z 一减。在二维是四啊，二维 square lattice model 是四啊，对 ，phi 是 fraction， 然后那 NPS 就是不用除以二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有 Z-Phi 这么多个，懂哈？可以，好，没问题了啊 ，OK，Good， 啊，我不知道。
觉得这数学好像有点他妈恶心耶，我真的要做吗？我有点，好啦，反正你可以把这些算出来，我有点不太想做，我累了。在2.45那边，2.45、46、47，反正最后你可以把一啊，我累了，我要使用大招了，我要等我一下啊，然后我直接用我直接把那书打开，我累了，太恶心了，我不想再说，不想算了。算下去就天荒地老了。等一下，啊，我用另外一个账号。OK， 啊，我可以下一次再做啊。因为我这次，哦，直接抄到啊，那我下一次再做啊，啊，这我下一次再做，啊，那就不要做，啊 ，OK， 好，你这样吧，好，那就这样，拜拜，嗯，嗯。哦，好 ，OK， 打字，好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